嗨，大家好，这边画面上就是今天在煮这个朝鲜蓟会用到的材料。那朝鲜蓟就是号称这个蔬菜之皇还是之后啊，有点忘了，就是是算是一个蛮昂贵的一个蔬菜食材。好，那我们先边来处理边聊这个朝鲜蓟齁。那好，首先呢我这边准备了两颗柠檬，然后这个清水。那把柠檬切开之后，把柠檬汁都挤到水里，然后剩下的柠檬也可以直接丢在水里。等一下这个朝鲜蓟我们去皮完之后，就是把外壳去掉之后呢，要泡在柠檬水里面啊，避免它氧化。这个朝鲜蓟只要一接触到空气，它氧化速度非常的快。那今天我用的这个朝鲜蓟是算是小颗的种类啊，小颗的种类虽然小，但是它这个外皮啊，大概有 80% 都还是一样会就是用不到。那一开始就是可以先徒手用双手把外面这个一片一片的叶子拔掉。那拔的时候要小心，就是有时候有的品种它这个叶子的尖端会有一根尖尖，有点像仙人掌刺的，那这个时候手指要小心不要被刺到了。那把外皮这个绿色都拔掉，拔到剩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有点像是花苞这样子，偏黄色的时候呢，就差不多，这时候就可以拿出小刀，那可以用圆月弯刀或是小把锋利的刀子。那这个刀子要利一点，因为朝鲜蓟它其实在外壳的这部分呢、还蛮硬的。那就是用小刀，然后可以看到我的大拇指是顶着它最尾端的部分，那当一个借力使力的方式，然后去把外面这个绿色的部分都削掉。那都削掉之后，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上看得出来，它大概有一个颜色的分界点哦。那它在这个颜色分界点，大概就是你下刀要去把它切开的部分。那这个切下来这个头端，就是偏黄绿色，黄绿色这是用不到的地方。那所以这一整颗朝鲜蓟实际上食用呢，能食用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啊，这个朝鲜蓟心的这一部分，大概只有一颗朝鲜蓟的大概30%左右吧，所以剩下的其实都是用不到的。那今天就像刚才讲的，今天这是小颗的啦，那有另外大颗的朝鲜蓟，有大颗的做法，那其实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大颗的它在去完外面的壳切开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的绒毛，那这个绒毛的口感非常差，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口感 很不好吃，所以那个绒毛的部分呢会要把它刮除。那除此以外，其实处理方式跟烹饪的手法就大同小异了。好，那这个朝鲜蓟呢，我知道这几年来啊，台湾也开始本地开始有种植。那朝鲜蓟是一个蛮昂贵的蔬菜，老实讲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人懂这个东西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不懂，因为它要说好吃嘛，可能也说不出到底好吃在哪。那当然我知道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这是肯定的。那然后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味，说不上来，就是它的味道跟口感都非常的特殊啊，老实说我不觉得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大众食材。好，那我今天料理这个朝鲜蓟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道地的一个法式料理手法。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少少的几颗朝鲜蓟啊，等一下我们备料一些蔬菜料，其实料还蛮多的，那这些料都只是为了要去煮，衬托出这个朝鲜蓟的味道。那这一部分的备料过程呢，很快的带过，就是把茴香啊、洋葱、红葱头、那蒜头这些，就是都是切丝切片，那没什么特别的备料过程。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茴香的部分呢会把它分开，因为待会我们是先来料理茴香，因为茴香需要烹煮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会是茴香先下锅，那炒一阵子之后才会加其他的蔬菜料，所以在备料的过程呢，可以先把它分开。那当然朝鲜蓟现在随着就是一些饮食改革啊，很多新创的厨师啊有各种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料理这个朝鲜蓟的方式。那今天我示范的是比较法式传统的方式呢，就是用比较像是炖煮微煮的方式去煮这个朝鲜蓟。
那我也有看过有师傅用这个明火用炭火慢烤，那他炭烤的时候是连着这个硬的外壳一起烤，然后再去吃新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料理方式也蛮酷的，然后但是他非常讲也是很讲究火候控制，所以是属于比较在更高难度一点的一个料理方式。那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个比较传统，那料理也比较简单哦，过程也比较简单的一个料理的方式。哦，那刚刚忘了说哦，这个朝鲜蓟在泡柠檬水的时候，上方可以盖一个这个这种不会掉毛的干净的布，或者是这个那个纱布巾，就是我们在包这个香草的这个纱布巾。那这样子，它那个柠檬水才可以靠着上面吸水循环，然后完整盖住朝鲜蓟。不然它朝鲜蓟是浮上来的嘛，它表面就会有氧化。那画面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有一小块，我的左手画面中右边这一块就是没有泡在柠檬水，很明显它大概五分钟而已就会变成这样子褐色。对，那这样煮出来就是会就不好看了，就是颜色比较深一点这样子。好的，那备料都备完了，那现在呢我们先取个锅子，然后我们加入这个橄榄油，那我用的是特级橄榄油，那温度不要太高，那温度中火以下就把这个茴香加入，因为我们要把蔬菜炒软，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蔬菜都不要炒到上色，这不要有它这个上色的焦糖风味。那茴香大概炒软之后，就可以把剩下的洋葱、蒜头、红萝卜、红葱头这些都加入。那都加入之后呢，就是一样继续持续的翻炒。那在炒这个蔬菜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总共时间至少需要个20-30分钟跑不掉，至少20分钟啦。如果量很少，可能15-20分钟。因为这过程中必须一定要是就是中小火啦，然后去慢慢的把蔬菜炒软，甜度释放出来。那所以这部分呢不要着急，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去炒。啊，将蔬菜都炒软之后呢，我们这边加入的是蔬菜高汤。那如同我就是一直以来的影片示范的，就是这样比较传统的法式料理呢，一般都不会用到水，我水唯一的用处就是拿来煮高汤，然后接下来在烹煮各种东西的时候都是用高汤来去做这个烹煮。那像今天呢，我这边就是使用的蔬菜高汤，然后这边加入这个白酒。白酒它不需要另外先煮开，因为待会我们煮这个朝鲜蓟啊，需要蛮长的一定时间，那所以其实它这个酒精成分就是也就慢慢的被煮掉了。那白酒加入之后呢，我们再加入了这个半颗柠檬，那一样把柠檬汁，这柠檬汁不用特别挤啦，直接把柠檬丢进去就好。那它这一样可以在煮的过程呢，防止这个朝鲜蓟的氧化。然后朝鲜蓟就加进来之后，我们上面就是铺上一张这个烘焙纸，剪成的这个cartouche， 那它可以一样帮助这个它这个液体的循环，然后从上面这样子流过朝鲜蓟，那这样子烹煮的过程呢会比较均匀一点。那中间呢就是维持在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微滚，但是它并不是大滚哦，就是维持在这个火力的状态，那这大约是一般中火而已。那煮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来检查一下这个朝鲜蓟。那要怎么看它好的没呢？其实跟马铃薯有点像哦，就是用这个小刀，如果你可以很轻松的插进去呢，就代表它煮透了。那你刀子也是可以很轻松的拔出来，朝鲜蓟会自动滑落，那就是煮透了。那但是要很注意，就是它这个煮透跟过熟就是一线之隔。那以我今天来讲，说真的，这个朝鲜蓟加入之后，大约要煮至少要20-30分钟跑不掉，所以这整个烹饪过程，连同炒蔬菜到煮熟朝鲜蓟，基本上是至少要1个小时的。哦，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朝鲜蓟它就是一个昂贵的食材不说，那它在烹饪的过程，不论是在备料过程跟烹煮的时间上，其实都很花时间。所以今天如果看到朝鲜蓟出现在一间餐厅的菜单上，那这道菜绝对不会太便宜的。哦，那因为它背后的不论的料理人工，然后跟各方面的成本其实都相对的高，因为你画面中只看到我这边大概6-7颗小小颗的朝鲜蓟，可是它不论是它的使用到的蔬菜、高汤、酒，甚至朝鲜蓟本身，这样子这几颗朝鲜蓟，起码我今天来煮来说啦，这个至少200块
基本上200块，快要200块台币是跑不掉的。对，所以朝鲜鸡就是一个这么昂贵的一个食材啦，那就也不是一个。但是呢，这边就是介绍给大家，所以就像我讲的，因为现在台湾其实也都有产了，那它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春季的一个植物啊，所以这边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如果哪一天在市场上有看到朝鲜蓟的时候呢，也可以买回家来自己烹煮看看，那总是多方尝试嘛。好，那这就是今天这个朝鲜蓟的影片，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